99.9% 给家人们，我想感恩回馈粉丝，对对，所以说愿意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嗯，知道的。只想感恩，只想让家人们开心，让家人们满意，嗯、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感恩回馈，想让家人们开心，想让家人们满意，来自咱们长寿之乡麻阳的冰糖橙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谢谢老板，对不对，帅哥节目？没有酸不酸，家人们？麻阳冰糖橙它是一个95分甜度的，家人们、嗯，略有一点点的果酸。麻阳冰糖橙它就是为什么叫冰糖橙，因为很甜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冰糖橙，帅哥姐们，就像麻阳一样甜，对，特甜。对，家人们，就像那个冰糖一样甜的，帅哥姐们，真的。我也是上一次去感受了麻阳冰糖橙，确实太好吃了。对，800单了，对，已经830单了，咱们今天拍到1000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，干啥？想吃一个。你不刚给你削一个吗？削一个。你行吗？我来削吧。不行。我给帅们下一个，因为我上一次那个刀拍了3单，但这个刀我就很行了。你小心点，这个刀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这个刀小心点，锋利的。看娃子姐这刀够也不行、啊。你换一种方式削，我教你一个新的方式削。什么新的方式？来，你看，我看着都好害怕。你们太笨了，你看着啊，家人们，直接这样。切了，切开啊。切成4瓣。我想吃刚才那，我想吃刚才那一种。阿姨莫也就阿姨莫也就只配吃这种，你什么档次、啊？你管我配不配 啊？你什么档次？跟我说话啊！老板都还没说话呢。是的。来，家人们，右下角小黄车，咱们837单了，今天目标1000单，让家人们收到我这份心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857单了。让家人们收下我的这一份感恩回馈，让家人们满意，收下我的这一份甜蜜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860单了。咱们直播间还有4000多人，我的天哪，直播间还有4000多人。小心点。收下我的这一份甜蜜，咱们19.9米。给家人们足足安排了9斤，对，足足有一个坏的，咱们换一个换的，有一个烂的，咱们退一个烂的，好吧，家人们？好。来吧，家人们。全是果汁，家人们，全是果汁。一看就很甜的那种，一看上去就一点酸味都没有，甜吗？非常的甜啊！非常的甜，家人们。对，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冰糖橙？对，因为它甜，因为就是一个字甜。嗯，我要一单，再右下小黄车，家人们已经拍了一单了，谢谢。上次拍的没吃完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没吃完就不要拍了，家人们，不要浪费。对，没吃完就不要浪费啊，家人们。再买我不会买你。不喜欢吃的可以不用买啊，帅哥姐们，不喜欢吃的就可以不用买。我们喜欢吃的去买就可以了。2次下了6单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谢谢。哦，对哦，我答应帅们送礼物的哦。哎呦，马上就跟帅们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拍到900单，你就送礼物好吧？对，拍到九百单，家人们。哇哈，直接882单了。太快了。我希望家人们能够收下我的这一片心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嗯、这是我的心意，这份甜蜜送给家人们。嗯，把这份心意收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19.9米，9斤。9斤，整整还差9单。你看黑粉，你看看我有多少支持者？来，所有的支持者，所有的铁粉，咱们都去拍一单。900单，我就送礼物，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？反正也到900单了，对不对？894单了，还有50多个家人们在付款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感谢用户660，谢谢。还有这么多家人们在付款，你看899单了，你拍过一单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。啊，只送礼物。904单了。看到没有，家人们多给力。嗯，对，还有好多家人们在下单。对，又拍了3单，谢谢帅哥姐们，把我的这一份感恩的心分享给家人们。拍了2单，谢谢。咱们往群里面再分享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很甜，对，很甜，非常甜。对的，
拍了四单，哇，谢谢帅哥姐们，我们拍了四单。对，很多家人们、很多家人们拍回去就是为了送你。对，吃不完的话就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啊，帅哥姐们送礼啊，送给朋友啊。909单了。对。希望送一点礼，然后不知道送什么的，可以选择送水果，对不对？哇，920单了，我的天！家人们不断的在下单，不断的在下单，不断的在下单，太给力了，家人们！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！你家人们还有100多个家人们在付款，对，924单了，你看今天1000单都挡不住，你信不信？今天1000单都挡不住，甜甜蜜蜜，对，希望家人们甜甜蜜蜜，嗯，感恩。用这样的福利给到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拍得了啊，帅哥姐们，退出去再回来拍，退出去再。927单了。谢谢说话不算数，算数，因为我怕算数算数，我怕打扰你们拍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，932单了，你看家人们根本挡不住。我的就在我的包包里面，在你包里面，你把礼物送出来了，家人们拍的更甜蜜。来拿着，快点！但是哇，见证，我很尴尬。咱们麻阳冰糖城，来自咱们长寿之乡。手绢哇，直接拍到940了，你倒是拿出来呀，别让我们在这里着急。我们还有100多个家人们在付款。我怎么感觉我送你个礼物我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个啥？我954单了，快点拿出来。他叫我双臂蛇，他叫我快点拿出来。是不是不能让咱们看到的啊？不会说双臂蛇了，给你，等一下，我先摸一下那个哪个摸哪个。960单了。太紧张了啊。对，我先摸着那个，快点拿出来。心情放松，没事的，不紧张啊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。当当当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是，你看我们5000多个叔叔阿姨都是猜不出来的一个礼物。5000多人没猜出来。你们两个猜不猜得出来？我能猜得出来。嗯。刚刚老板那个是我看见了，我肯定是个手链，肯定是个手链。不是。那拿出来了，帅哥姐们。那拿出来。等一下，再让我猜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猜。嗯，反哎，这家有个家人们好像是不是猜到了这个什么？是一个耳环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老板不是吗？我觉得啊，家人们，老板不是近视吗？我觉得是不是眼镜？是不是眼镜？我觉得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。我这里有一个家人们是不是猜中了？我拿出来了啊，是不是项链？不是，你不要带个24K 的金项链，老板脖子挂不住啊，太重了，等一下。这是什么了？得不及了，是不是帅哥节目？我也好紧 张, 紧张，你现在把我都整紧张了。你们紧不紧张？我拿出来的是到底是什么礼物？反正它不是大的，你们看。是个耳环，是个耳环，是个耳环。你不要摸这个。你看，一组的耳朵那么大，戴一组的耳朵那么大，戴着一个耳环就好看了。那你怎么不说是耳套呢？冬天来了，要套个耳套。我今天的10斤香肠送不出去了，没有家人们猜到。对，送不出去，我拿了。拿。当当当当，快点啊！当当当，是你来送的吗？当当当，是你来送的吗？那我拿出来了。拿出来吗？注意健康的东西肯定是，因为咱们老板懂得养生。这是什么？还真是啊。这是不是挂在车子上的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挂在身上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以为阿姨们会说，这是不是只能吃的？真的，我以为他会这样说。这是什么？你想多了啊！看到了还猜不出来。香包。对，香囊包。香囊包。希望老板他健康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哇，这个放哪里的呀？带在身上呀。带在身上吗？放在床旁边呀，都可以。你放在你，带在你那个。兜里面。对，来，下一个行吗？他是放在哪里的？随身携带。衣服的扣子上面，带在。这个挂脖子上也挂不下呀，这挂脖子上也挂不下呀，这。这不是挂脖子的，挂老板的耳朵上面，挂脖子上，挂在耳朵，精心设计啊，对不对？挂耳朵，精心设计的挂耳朵上面，这挂脖子上也挂不进去啊，就。挂耳朵，挂在哪里？挂耳朵啊，对，就是这么戴，挂耳朵吗？挂耳朵，他们说挂在车上。那家人们说挂耳朵上的是这样吗？家人们，他们说挂在车上，那拿去挂在。老板，你挂在耳朵上面，注意睡眠的也是。迈巴赫上。对，挂在你的迈巴赫上。对对。是挂这儿吗，家人们？
对，就这么挂着。故意的，他明明知道是挂哪里的，他还说挂在这儿吗？这挂脖子上，这钻不进去啊！这太小了。哎，行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要不就挂耳朵上了，就挂这边也行。那这边也挂，刚好合适啊，家人们。每天都挂个车上班。哎，他耳朵上挂一个我们彝族的那个耳花哇，应该就这么地吧。哎呀，你看这挺合适，挂这儿挺合适，家人们。刚好老板的耳朵大啊、哦，刚刚好那个洞。是不是家人们？对，那个洞和耳朵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。精心设计啊！嗯，哎呀，这挺好啊，挂车上，对，挂车上，挂你的迈巴赫上。太幸福了，老板，你们两个把礼物送来送去的，哎、谁一直在？因为老板他帮助我很多忙嘛，所以呢，我想让他健健康康的，就是、平平安安啊、哦。对，平平安安的，他这个也是对睡眠非常好的。哎莫，你什么时候也送老板一个礼物、啊？挂这儿睡眠更好。你什么时候也送了？这真是挺好啊，家人们。对不对，三个姐妹挂在这里睡眠更好。挂这儿我就香包，就这儿距离鼻子近就闻得到啊，家人们。什么味道是吧？嗯，有个香味。嗯，闻一下。对。哎呀，我闻一下。那给你的吗？给你的吗？你闻啥？你闻啥？不给了啊！这个就是我的了，这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我没说是我的。没有人送给你，知道吗？让屏幕姐的师爱们闻一下什么味道，家人们，哎呀，哎呀，挺香啊！它上面写着什么？哎呀妈呀！至善，它上面写的至善。上面还有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那家人们，你看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家人们，哎呀，这句话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挺好挺好，来家人们，冰糖神右下角，冰糖神咱们破个1000单，来开心吗？开心，来右下角的冰糖神咱们破个1000单，家人们对开心，978单了，咱们破个1000单，19.9米，给家人们准备了酒精，上一次是多少？上一次是29.9，但是今年19.9米，因为我说了我要做感恩回馈，对的，我就想让把家人把这种心意带给家人们，现在今天晚上也心意给家人们，知道吧家人们，把我的这份心意分享给家人们、嗯、咱们有的米可以赚，有的米咱不赚了，好不好家人们？对的，有的米可以赚，有的米咱不赚了，就给家人们。小黄车来，右下角小黄车19.9，酒精帅哥节目开心是吧？你问你去了呗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有的米可以赚，但有的米咱就不赚了、啊、就让家人们开心，好不好家人们？对，该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是帅哥节目。来右下角小黄车，有个眉毛啊，在下方小黄车刷个节目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19.9酒精啊，看看你的脖子快还是我的刀快。对，看到没，他的水费非常非常的足，刷个节目看到没，哇，右下角小黄车家人们，好多这个水，985单了，今天必然破1000单。对，希望咱们友谊长存，长长久久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十全十美，把它990单了，已经990单了，对对，就已经990单了。嗯，给老板喝，都整碗你去了，家人们，这全是皮儿，他怎么喝呀、啊，家人们？我这样吗？嗯，这是果汁吗，家人们？果皮这果皮汁儿。拍了吧家人们，995单了，对，哎呀，哇，快到1000单了，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吃了多少家人们，嗯，对，真的好吃，帅哥姐们，真的1002单呢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很好吃，1002单呢，对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，没有拍的家人们赶紧去拍，右下角小黄车，嗯，这个拿去家人们，拿去送你啊家人们，拿去送你的也很方便，非常非常好，很方便家人们，送你很方便，因为它果子也是很出名的，对，能下单就能发货啊家人们，能下单就能发货，19.9米啊家人们，安排了，发不了的地方就说明因为太远了，所以跟你们太远了的话怕到了那里就会坏掉，所以就是19.9米家人们，嗯，能下单就能发货，好不好家人们，下单不了就发不了，你们拍了别的产品还没收到货的家人们，
没收到货的就等等，那个吹风机能上吗？大果和中果啊，大果和中果摔个睫毛。助理，拍个。吹风机能上吗？我不是问你吹风机能不能上。因为很多叔叔还刚刚问有没有。你联系一下厂家，有好多家人联系吹风机的。阿子开心，开心，你们开心吗？摔个睫毛。每天跟你们直播我都很开心。对，今天给家人们做一个小的活动，今天给家人们做一个小的感恩活动。香肠收到了，挺快的。好不好？我还有40多个家人们没付款，我的天哪。对。来，再给你笑一个。谢谢老板。来，给你笑一个。哎呦。来，再来笑一个，家人们。我感觉老板他这一次他故意笑很多给我吃，上一次我跟他笑了6个。那次不能怪我，那次怪陈经理，对吧？是报仇吗？他老是在那里说笑多一点，笑多一点。你们就格局没有打开，这叫什么？满满的笑的是一份甜蜜啊、哦！甜蜜，是不是？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多事儿？还没有收到的那些，就应该是地方有点远啊，摔个睫毛。距离有点远的家人们，就是、耐心一点啊，家人们。对，在腊山拍的那些东西还没有收到的那些，也可以等待，也可以联系客服啊，有些退回去那样。谢谢老板。张嘴，是不是？哇，今天这一箱都被我们吃完了，家人们，这一箱都被我们吃完了。爸爸喂儿子是吧？有些人吃了知道。嗯，非常的甜。太甜了。嗯。太甜了，妹妹在旁边，老板再给妹妹削一个。想吃吗？不想吃。嗯。你又不给我削，对不对？削的。刚刚拍了，来嘛，谢谢丽丽，谢谢。哇，家人们，我们削了满满的一波的皮儿。都是被我们吃完的。太好吃了，就停不下来，家人们。嗯。根本停不下来，气死了。咱们今天直播间1000多位家人们支持，好吃，对，好吃，家人们，来右下角小黄车，距离有点远啊，家人们，可能是距离有点远，加了点，加了点物流成本啊，家人们，物流啊，对。特别特别甜，嗯，给陈经理一箱有多大，家人们，一箱9斤，家人们，9斤，咱们收到是满满的一箱，家人们，对，你们收到是满满的一箱，对的，大概有30到40个果子，30到40个果子，重庆多久到？大概2到3天啊，2到3天就，嗯，就可以收到了，家人们，对，2到3天，对，距离上海距离有点远啊，家人们。也希望家人们能够理解。嗯，拍不到的我们也没办法。上次拍的没收到的家人们，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啊，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的。来给家人们再挂个福袋。也祝家人们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越来越好啊，家人们。左上角给家人们把福袋安排上。广东也需要2-3天啊，摔个睫毛。我也拍了一张。感谢家人们，谢谢，感谢家人们，左上角给家人们挂了福袋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来左上角，左上角，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！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、等你们到9级的时候，给家人们安排一个神秘的礼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嗯、等家人们所有家人们到9级，咱们就给家人们安排一个神秘的礼物，左上角。咱们不需要送礼物，咱只需要点亮灯牌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只需要点亮灯牌，不需要送礼物，只需要点亮灯牌，对，让你们认可我，谢谢，让你们知道你们认可我就可以了，嗯、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认可我的所有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；喜欢我的家人们，咱们把关注点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的，帅哥睫毛。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，帅哥姐妹。认可的家人们，咱们只需要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只需要每次送灯牌就可以了，它会自动升级，家人们。你们每次送灯牌，它会自动升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1051单了，19.9米，给家人们安排足足的9斤，感恩回馈。对，
一片心意，希望家人们能够收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多做酒精啊，摔个睫毛。1060单了。1060单了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的认可。我拍了一单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摔个睫毛。咱们没有加粉丝群的，点我头像把粉丝群加上，好不好？咱们平时在群里面去交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嗯、咱们也希望家人们与家人们之间能够促成好朋友。咱们群里面也可以促成很好的朋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还有20多个家人们在付款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帅哥姐，谢谢家人粉丝团，谢谢。联系上，再做点解。中国好了吧，也是家人们给的给面子。家人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今天，所以说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回馈每一位支持我的粉丝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1068单了。对，上次拍的很好吃。对，麻阳冰糖橙它就是一个甜，就是很多人上次拍了，果子个儿不大，但是很甜，就是很甜，水分很充足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冰糖橙水分充足，甜，而且它来自于咱们长寿世界长寿之乡麻阳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收到货，有坏的果子咱们给家人们包退包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新年快乐，家人们，新年快乐。坏了你们联系客服，咱们包退包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如果有坏的咱们联系客服包退包换。嗯，感谢家人们的认可和支持，新年的礼物，这是也算是我一片心意给家人们准备的新年礼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也算是我给家人们准备的一份新年礼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直在点赞，感谢家人们。现在没有什么黑粉了，因为有些黑粉他其实也慢慢的在明白，明白什么？明白就是他做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这么长的时间了，2个多月了，我也没有主动去骂任何一个黑粉，我也没有主动去黑任何一个黑粉，我也会真心的去相处，希望有一天他也能成为我的铁粉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现在的黑粉少了很多，因为很多黑粉也在观察，我相信黑粉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一时的什么，一时的没有想明白，我们也能理解，是吧？咱也不去计较，咱们的家人们都是有素质的，我相信有素质的黑粉他最终也不会再去黑我。今晚少，对，越来越少了，因为黑粉也知道我在做事情，明显的这两天少了很多。对，明显这两天少了很多。嗯，来，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点亮灯牌的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太会说，不是我会说，我们在用真心换真心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我们在用真心去换真心，我们希望什么呢？我们能够跟家人们走得更长久，而不是一天两天三天，我们希望一年两年三年，三年以后家人们还会认可和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二号链接是家人们一直想要的菜刀，嗯，家人们也可以去看一下，二号链接是家人们想要的菜刀，对。二号链接是家人们想要的菜刀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挂在二号链接了，还好有几个黑粉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咱们做事情，咱们正能量，咱们团结就可以了，嗯、好不好？网络不倒之师，一种到老，感谢家人们能给到这么高的评价和认可，我们也会一直去努力去做好这些事情。就是如果哪里做的不好，我也希望家人们给我们指正，家人们能够多多去包容我们没有做好这些事情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不要去提别人，咱们做好自己，让家人们认可，让家人们支持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别人怎么样咱也不要去管了，好不好？
咱也不去说别人的长，也不去道别人的短，咱们菜刀已经拍了，对，菜刀在二号链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菜刀在二号链接，这个菜刀能用十年，我希望家人们每次用这把刀的时候，就能想到我，想到阿紫，这是我们情谊的见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把菜刀的那个讲解谈一下，咱们把菜刀的讲解谈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这是咱们情谊的见证，家人们。我希望这个菜刀，这把菜刀是咱们情谊的见证。嗯，用十年给家人们三年、五年的售后服务。对，咱们砍豁口了，咱们给家人们换新刀；嗯、咱们钝了，我给家人们磨成，给我给家人们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我希望这把菜刀是我们情谊的见证，因为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用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但是这把菜刀能。好吧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三年的售后，好吧，家人们。阿紫唱首歌，要不你给家人们唱首歌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家人们明明知道我唱歌很难听，但是还他们还要让我唱歌。唱歌就不唱了，帅一个睫毛，今天晚上老板也在，挺尴尬的。老板唱歌吧。我声音都沙哑了，我这两天生病了，家人们，这两天有点感冒。给家人们送了一把剪刀啊，家人们，希望这把刀是咱们友谊的见证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只有这种刀能够用很多年，很多年，家人们也能够记住我们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对。虽然还没有拍刀的，摔个睫毛在下方小黄车。右下角小黄车，家人们。赶紧去拍。阿紫跳科目三，要不我们，哎呦，我们三个一起跳科目三。我跳不了，这样你们两个跳吧。我拿手机，你们跳。你在蜡上，我就拿手机。手机不用拿，手机放这里就可以了啊。我拿手机，你们跳，好不好？手机放这里就可以了，行不行？老板还有陈经理，我们四个一起跳。这样吧，我拿手机，你们三个一起跳，行不行？陈经理，老板，我们四个一起跳的，愿意的扣个一，我们四个一起跳科目一。我拿手机嘛。我们在蜡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那里跳？是不是很哇？你看多家人们多，他又找理由了，不知道去干嘛。哇！你看叔叔阿姨们都希望我们四个人一起跳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很会跳的，你们也看到了。上一次去蜡山的时候，就是老板也跳了，对不对？谢谢拍了一号链接的，谢谢。对，菜刀是非常好用的，所以你们都知道，应该很多也看到视频了。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也用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放心的去拍，放心的去拍，真的非常好用。阿紫大方点，我不是，我就有点尴尬。四个人一起跳，对吧？对，等一下，等老板和陈经理，我们四个一起跳。其实他们两个很会跳。换个衣服不够吗？阿紫，你太有福气了，谢谢谢谢，跳小野猫吗？小野猫就算了吧，小野猫就算了。菜刀真的很好，对，刀是真的非常好的，帅哥姐。老板唱歌也好听，对，老板唱歌跳舞都好，他跳舞也非常好看。跳科目三，对，来阿姨找个人科目三，对，陈经理和老板过来就跳。来，咱们把冰糖橙再给家人安排一波，这波再给家人安排上，好不好？你看吧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没跳科目三。来自麻阳的冰糖橙，来介绍一下。
避难城吗？没有了吗？为啥呀？没有库存了。没有库存了。嗯，对。那就没办法了。那就只有菜刀了，下一个节目。那就跳科目三吧。那把这个放过去。对，那就跳科目三吧。来，家人们，菜刀，菜刀，有意见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送财。送财送财，我把家人们，希望家人们越来越好。菜刀有的家人们说财财财，财富的财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家人们，我们他既是我们友谊的见证，也希望他能带给家人们幸运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两个跳嘛，我真没法跳啊。为什么没法跳？我跳不来，我跳不来。你跳得来。我跳不来。那叔叔们都说一起跳啊。来，陈经理。你不会跳舞啊？会，他会的很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在前面，我俩在后面跟着你们跳，行不？行好，来来，助你拿手机。不用拿，就这样放这里就可以了。助你拿没关系啊。不用拿，就这样。来。来，助你拿手机。不用拿，拿手机的话那个了。大半夜的、啊。没事啊，就这样拿着。不用拿的，拿到他会动，因为他的手会跳嘛。他这样的话有距离啊，就这样我们还能看得到。来，过来，你咱俩一人再一个。不会吧？我不会。没事，你就他在前面跳，我们跟着跳嘛，是不是？放在这里就好了，然后你拿着个手机就好了。这样拿着吧。我得给家人们展示一下舞蹈，是不是？是。来来。性感的小舞蹈啊！你干啥呀？来，站起。站起呢？站起，快点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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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跳得很好。还菜刀还有没有家人们没拍的？来，家人们，菜刀的还有没有没拍的？如果拍完了就给家人们下车了。嗯，对。这样吧，倒数十个数。倒数十个数。咱们友谊的见证，也是我希望我能把这个财富给家人们分享到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拍菜刀的赶紧去。右下角小黄车。右下角小黄车，点进去。填好地址付款就可以了啊，家人们。嗯。老板唱歌，老板有点感冒，家人们。来，帅哥们，我们倒数十个数吧。一种的衣服好看是吧，倒数十个数，然后就拍完就下车了。最后倒数十个数，好吧，家人们。对。来。十。九。八。七。六。五。五。四。三。二一下车，那下车了，来给家人们聊会儿天。对对，这衣服好看吗，家人们？就是要搭配这个围巾啊，家人们，这也是阿紫送的围巾一起。而且我阿紫今天还给你，不是感冒了吗？我阿紫还给你买药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这样更好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这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全是阿紫送的啊，家人们，全是阿紫送的，全是阿紫送的啊，家人们，阿紫说我带他去浙江了，他就给我安排了一个，怎么样，家人们？怎么样？围巾不是这样戴的，那怎么戴的？这样挺好啊，就是就没有那种感觉了，真帅！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这样我会飘的。叔叔阿姨们不是教我要懂得感恩吗？对不对？老板这围巾没整明白，整明白了，我觉得这样挺暖和的，家人们。对，没整明白，老板戴的。有福气，很多家人们都说我有福气，说我耳朵大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耳朵大有啥了不起啊？你的脸大有啥了不起啊？我耳朵也大的。你耳朵也大吗？我以为你除了脸大，嗯，体重重，太老了。对啊，我30-40岁了，确实有点老啊。嗯，50岁了吧？是是，家人们。你50岁了。不要这样说话。
那自己有福气，没有没有。过几天，家人们，过几天再给家人们安排一波香肠腊肉，过几天给家人们再安排一波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我那是胖，所以脸大。我们看过个四五天，再给家人们安排一波就没有了啊，香肠腊肉，就等过完年过后了。嗯，对。我让我朋友把他厂里面的那个加工腾出来，再给我加工一波。嗯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香肠很好吃，是吧？我对我的产品非常非常自信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我对我的产品非常非常自信，非常非常自信。就香肠腊肉这一块，我非常非常的自信。咱们去任何地方去拍，拍完过后对比，我很自信，明白吗？对。不老帅哥，那。还不老帅哥，哼，还挺自恋啊。那家人们说不老帅哥，虽然我年纪大，但是我长得年轻，知道吗？不像你长得年轻，看起来年纪大。我过年的时候放假的话，应该回去看奶奶、帅哥姐们。放假吧，老板，过年的时候。要。对，放假的话我就回去吧。啊。要不邀请你去我家过年。行不行？要不家人们，我邀请阿紫去我家过年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不好，我们要回家看一下奶奶。不行，因为这不是一出来一年，对不对？行不行？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放假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放假的吗？等我阿紫解释儿媳妇的身份，我们再去。说什么呢？说这种话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有的话不该说，你就不要说，好不好，姨妈？我邀请阿紫回家过年，好不好？邀请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可不可以邀请？你看家人们都说行。但是过年的时候，我想回家。来，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喜欢的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认可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给家人们再安排一个福袋。喜欢我的家人们，咱们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认可我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，点亮一下灯牌，谢谢。点亮灯牌，家人们，等家人们到九级的时候全部安排一个神秘的礼物，任何一个家人们到九级就安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不需要送礼物，只需要点亮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家人们说让你唱首歌，唱《月上你是我的缘》是吧？对，能行吗？来，一起唱吧，一起唱。你手机呢？行啊，家人们，来，左上角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。对你去我家，你们俩去我家喂猪行吗？你这是理由吧？我妈每天好吃好喝给你安排上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两个尴尬呀。哎呦我，一起吧，老板。我唱不来。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把灯牌点亮，把关注点上，左上角把关注点上，把灯牌点亮。
好听吗，家人们？